这边的吧。啊，对，你就横着过去。对对对。就是不要往上爬，等等。那你爬这个。对的，然后你的左脚先跨进去，哎，很好，不错，再来，慢慢来，身体好，左手来，好，右脚跨过去，右上面那个红色的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过去了，很好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很好，继续，哇，妹妹你好棒哦，哇。稍微多给你一张明信片，很好，不错不错，继续，好，对了，紫色，继续，哇，妹妹你快完成了，真棒，对，右脚进过来，紫色的，对，很好，好。哇，快到了，不错，来，很棒，加油啊，妹妹！是吗？挑战跟姐姐一样的，再试一次，一样吗？跟姐姐一样。一次一个，一只脚或一只手。没有，他只有这个。对啊，但是我如果限制。
剩下两三步而已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，再做一步，再一步，再来，好，没了，好，哦。每个人都两张明信片啊，去柜台领取好不好？你跟那个姐姐或阿姨讲说，要两张，你有发两次，有效果吗？领明信片。不一样的嘞，啄木鸟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鸟？是手鸟。手鸟。很漂亮。来来来，妈妈看一下。妈妈看这是什么？我看看那个。爸爸说那个七点半啊，他说七点半。七点半，如果没下雨，就是看太空昆虫。然后如果如果有下雨，就是室内的。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飞鼠的折的。那什么？飞鼠的那个折。哦。对，是很可爱的。对，七点半。如果下雨的话，我们就改成室内课。
哇，哎。